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南华大厦在三月十五号举行创校二十八周年的校庆，在了校庆这一天，同时来发表着校歌，这是由学校民族音乐学系的师生共同演唱，透过悠扬的乐曲来展现学校百万人兴学的创校精神，佮有办学的特色。在了会中嘛，同时来表扬着杰出的校友，佮有资深的教职员工。南华大学伫咧三月十五号举行“三好南华，永续寰宇”创校二十八周年校庆暨校歌发表会，嘛特别伫咧当日发表校歌，透过民族音乐学系的师生共同演唱，伫咧悠扬的乐曲之中，展现出该校以百万人兴学的创校精神及办学的特色。今天是我们南华大学啊创校二十八年周年的纪念日，那今天我们有三个主要活动，一个就是校歌的发表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103年，星云大师就把歌词都拟好了，但是因为谱曲他要找适当的人来进行，后来到最后在两年前由黄俊达先生，他获得大家的肯定，那来加以谱曲。那星云大师在整个校歌的拟定的时候，一方面是肯定我们南华大学在嘉南平原这个地方，好山好水、地杰人灵的地方，它的一个奇面；二方面来讲的话，也期许学校办学特色一定要把三好四格的精神融进去。另外呢，教育部对德智体勤美武艺的并重他希望南华大学能够发挥这个特色，那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，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，影响到世界各地。另外他也期许南华大学在办学本身一定要变成在三好四格、生命教育、环境永续成为了领航者，那对社会有所贡献。所以非常感谢大师的启勉今天在校庆的时候，我也希望跟各位全体师生共同勉励，希望不要辜负大师对我们的启勉。那今天我们在校庆典礼里面我们要表扬杰出校友，这次表扬杰出校友七位，其中有两位来自一个马来西亚，一个是菲律宾，他们都有做了一个杰出的贡献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要表扬对学术研究啦、产学合作推广教育还有教学优良都予以表扬。甚至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外面的表现都非常的好，我们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加以表扬。同时到最后，我们对一些资深的优秀员工有服务15年的、20年了、25年了，也加以表扬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校庆当日，嘛颁发真侪奖项来表扬学生、老师以及校友。伫咧其中，校友阁有两名是国际友人。伫咧三好的理念的熏陶之下，历年来唔但培育出各领域的专业人才，毕业的校友更是人才辈出，对社会拢有真大嘅贡献。最新新闻内焦。大拿顶彩虹报道，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